为了播远杰，我是为了播林怡。Distinguished guests, 三个 member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圆满成功，祝贺与会嘉宾身心康泰，六十吉祥，谢谢各位阿弥陀佛。汉传佛教在海外本土化实践。本届论坛确定了全球化事宜下的佛典翻译与传播和禅语现代生活两个非议题。Today we embark on a voyage into the realm of translating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into English.领导，各位嘉宾代表，大家下午好。与会大众的帮助支持，我们也始终铭记心间。此次论坛期间，我们相聚在杭州，共同围绕心地和平共生吉祥的主题，就全球化试一下的佛教翻译与传播和禅语现代生活两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最后，我仅代表加拿大佛教会全体同仁，感谢本届主办方中国佛教协会所有的筹办者、参与者，以及在前台奔波或在幕后默默付出的所有人。正在提倡传统文化的一个保护和传承，您感受又如何？我这一次代表加拿大佛教会到杭州来参加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我很开心，因为这个第一届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举办，第二届在联合国，那么第三届回到中国汉传佛教的发祥地来举办会议。特别是今天到了杭州啊，这个地方啊，看到这个建筑，这个斗拱，看到这个书法啊，看到整个布景，尤其呢是在这个地方看到很现代化的、数字化的啊这种发展啊，我很惊喜。刚才它会干裂，会变形。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用油墨去滋养的话，